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四：黑旗》。Good, another keystone. 这样应该是剩下暗杀契约了。看一下藏宝图跟这边有没有关系。好像是这一张，对不对？感觉还蛮接近的，应该是在那个风车，照那个图来看的话。这附近吧，它在两颗之间啊，看到了。我的钱要变多了，哇，精英升级都好贵。完成一下暗杀契约吧。有个范家可恶罪行的家伙躲藏在附近的岛屿中，他经常用恶势力欺负无辜的平民，杀了他。好，杀了他。感觉附近的岛屿又会很远，没有去过的地方哎，果然又很远了。在那里哦，这样我从应该是从左边绕过去比较好吧。Let out some sail. Aloft, lads! Check those royals.36等。我中途停下来升级一下。哇，我的布料和铁已经满了。嘿，撞角是有材料有钱，可是还没有拿到计划，所以还不行。我现在把东西卖一卖，剩下我的钱。布料和钢铁我也卖一半掉好了，毕竟我现在东西很多。这样会全卖，我没有要全卖，全卖我就什么都没了。
好，一半。钢铁卖掉一半，这样就又多了一万。应该可以再升一点什么吧。有了，侧旋炮、圆弹和迫击炮。下面都已经升满了，那我先升侧旋炮好了。全程侧旋炮，然后侧旋炮变金色。我想要这个，可是还没有拿到计划。好，就先升这个。看来我还需要做更多的抢劫来获得更多的钱。等一下找个目标来试试我的新侧旋炮的威力好了。 Captain has the helm. Mains out, let's go. 军舰跟护卫舰，前面也有，那是小船。啊，没有打中，能大烧一点。那你试试好了。不行啊，拿这试不准，跟我之前的强度其实没有什么差。哦，看到目标了，就是你，要不要干掉？兵士还在吗？啊，我先跟这边打起来，就打这个好了。似乎没有很明显的增强，没有像之前装甲的时候这么明显的效果。啥？杀伤力还是这样？我还是从虽然变金色，但也只是从21发变成23发，没有差很多，好像也蛮正常。要升攻击，可能是要升圆弹威力的那一个。要被撞了，
撞我，让你吃重炮。我妈选择的效果没有很大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我到附近了，沿途又不知道沉了多少艘船。不知道打船，打船就可以上岸了。上岸哦。我可不可以用船直接把那个我暗杀的目标炸死啊？欸，跑走了。我只是撞到那一艘还没有完全沉下去的船，他就跑走了。晚点再回来，那我要去哪？啊，我去打那个要塞哈，附近的要塞。Here it comes! Steady, lads! Brace! 被一艘船盯上了。他前方炮是一直连发不停的。Here it comes! Steady, lads! 海浪挡住了，对方也是被海浪挡住。不行，都是烟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撞过去好了。哦，没好了，现在装甲硬。我反击喽！哎，他竟然回来了呀！我还是先把这边攻下来再说。我还是选了修船，等一下打要塞。虽然只有四个目标，感觉这个要塞应该算是很后段才会遇到的。虽然只有四个目标，或许会很强。打过来了，加速！一
依然是打不中我的。就还好，他会打我前面的，三格子比较厚一点。这个还三格多，这里靠大家看，这里话伤害蛮大。相对于之前这个命中我的成功率高很多，所以不过我血这么厚应该还好了。开太远了，对方似乎也是打不到我。对，他掉进水里了，这样的话最后破击炮我们就赢了。我感觉破击炮要打很久，我不要绕进去呢。遇到强风还是风火狼，速度变好慢。这怎么伤害那么低啊？对啊，几乎没有伤害，因为我没有打中。打掉一个，打掉两个了，剩下两座。我们这个炼丹就没什么太大意义。就是我在后面打不到，然后撞船，撞成了一艘船，完全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船就沉。船好像很慢，加速，先走掉。那我就先不要管他好了，剩下最后一个，这种门型的，这种啊重炮很痛。糟糕，被夹住！哦，你整个撞飞起来了。需要撞我撞那么大力吗？炸掉你！距离太近了，破击炮没有效。我会自动。耶，打下来。停止，直接停播喽。船没有过去吗？再一次。啊？那艘船真老实，就这样放过我。Triple terrorist and timber coming！去拿碎片，我先去拿东西。那个军官刚好在那，可以顺便刺杀。没有按到反击，挨了三刀。
我不想跟那么多人打。啊，再挡住，去死吧！哦，啊，好痛好痛！哦，我又被砍中了。待会封药再封到死掉了，这上去应该就有指挥官了。这边害怕，这上这里有两个宝箱。怎么上不去？这样才有路。咦，这两个宝箱没有看到。嗯，怎么上去好呢？不要干扰我找宝箱了。哎呦，指挥官来了。我也上不去，打好了，跟你打，跟你打，互相打。感觉不太可能是从这边下去，因为我已经在宝箱的比较左边位置。刚刚是你有攻击我有吗？不知道，踢死你。嗯，这边也上不去。这边也上不去啊？会不会是那个裂痕要从这边这一面？嗯，看起来也不行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宝箱在哪里啊？算了，我先去开门。啊，会不会是在……我知道了，在这里。原来是藏在这里面。难怪我在外面怎么跳都找不到。啊，这个要塞攻下来了。嗯。对，还有一个碎片，先拿一下。I can keep the heat up.接下来做完海军契约，这里应该就完成了吧？不知道契约是一个还是两个？
你好，撕裂者，是时候起身对抗那些西班牙的走私者了。好，西班牙驱逐舰跟双桅帆船。驱逐舰是护卫舰还是军舰？这都是双桅的，那你挑两艘来打应该就行了。不知道护卫舰是不是驱逐舰？没有看到军舰，那就先打一艘试试看，若不行再找吧。哎，炮弹呢？哎呀，怎么都按不到防御啊？哦，怎么被砍飞？怎么就超痛？OK， 驱逐舰是护卫舰，那我只要再打两艘小船的就行。Awaiting orders. Careful, Captain. 这艘也是护卫舰，为什么它斜身这么少？居然才炸到一个人，这艘感觉就不会算，它不是双桅的。
那我们这里就先到这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Mains out, let's go! Fire! Reese, take a shot right there, sir! Get them to their drink! They're on the bow line to head! Fire! Captain, let's go! On your mark, Captain! Get the bait!